我非常感谢我所拥有的机会。我觉得我有责任通过扩大人类可能性和同情心的慈善事业来回报我的好运。汉斯·约格维斯。扩大人类可能性和同情心的范围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实现。慈善事业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并不是唯一的途径。生活中任何阶段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无数的小方法，沿着这个有目的的旅程前进，探索表达无情心的创新，为您的下一个初步行动提供了一个起点。将我们的生活重新想象为一种善行，这可能是一项有益而充实的探险。一句善行，每天从新的开始来出发。